除了靠自己要能够让自己的桃花开之外，有没有用了什么其他方法？你用了以后发现说真的这个到底管用不管用，我们来判定。我这个真的试过了，因为其实后来我有反省我自己，然后我就觉得可能因为我太哥们了，然后我的表情啊就没有魅力，所以我就后来回家对镜子练了一个叫做咬嘴唇。预备开始。认真哦。这是认真吗？你这个，你凭什么说我？怎么了？可以吗？对啊，你没有上钩的感觉吗？来来，加油加油！我再勾一个，再勾一个，再一次再一次。对对了，不要真的不要。哦，有了，啊，还是可以有人抽奖。这好像不太 work。其他人有没有？来来，好了，安心呀，哎，哇，性感十足，哇。他这首歌小很小小心，没有很刻意的，有点不知所措，不经意的咬嘴唇。哎呀，阿乐不对，阿乐不对，阿乐你感觉那个牙齿的东西啊？哎，我觉得好像不能咬太大力，你要感觉口腔紧绷的。感觉是在剔牙，不是剔牙，感觉好像是在急诊室里面准备要看医生的。我们再请一位来教教你，都会真正的女神。这个咬嘴唇要怎么咬呢？哎，啊！再一个，就是因为之前《单身即地狱》很红嘛，然后之前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，就是这个下巴缩眼神勾，对，就是他在做这个，然后我就是做一下给大家看，然后看看有没有勾人的感觉。对，我有训练过，我先讲，不是搞笑。好 ，OK， 准备，开始。你为什么都很诡异啊？是好像迷路了。对，你们真的很过分。你看没做就先笑，有些事情要拜托别人。有点心机，真的太……这表情实际上讲起来是稍微有点难的，因为你头一低，然后你眼睛往前看的话，感觉起来有点像翻白眼的。对，所以它难度其实蛮难。那还是可以请那个就是也是韩国出来的多惠来示范示范啊，如何下巴缩，然后用眼神勾。下巴缩。我觉得喝醉的感觉。喝醉的感觉。喝醉的感觉。一点点，一点点，喝醉。眼睛不大的，一点点，小一点。哇！哇！太难了，两个完全一模一样，好厉害！厉害哦！哇，他真的是超级厉害！又咬！又咬！好了，你这是想睡觉，全帮掉。股票哪一只？股票是哪一只股票？喝高粱。而且因为我看那个《单身即地狱》，我觉得那个女主角都没有她强。对对，真的那个夏晴都输了。她其实出招都是连续技，好厉害！哇，这个太强！这通常都是怎么？你自己比如说看到别人的表演的时候，你会去看，然后观察，然后回家练习吗？会这样吗？还是天生的？自然的。天生的。不用学习，不用练，他的意思是什么？这个东西你的意思是，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，你们为什么不会？他跟呼吸一样，这个不是大家都会的事情吗？对啊，哇 ，OK， 没有啦。但是心宇，你刚刚都没练到，你刚刚全部看完之后，吸收完之后，你稍微来放电一下。对啊，心宇是蛮想逃离现场。我觉得你是要去找你心里面那个性感的自己。心宇，还没找到，我们把你封锁了。你要先消。好，换玉婷来，玉婷。
性感一波，来来来，微醺微醺，哎呦，哎，哎呦，哦，还可以啦，好可爱哦，哎，啊，心雅要做下巴说，可以吗？他可以下巴说，心雅勾，预备备 ，and action， 看今天是喝了什么东西，一直笑一直笑。我先酝酿一下，酝酿一下，给他点时间。喝醉的感觉，还是拿酒来。眼睛不能太大，有高粱吗？往上 ，whisky。有，再醉一点，再醉一点，再醉一点。哇塞！小优，哎，你不是翻译吗？今天节目到这里，我还是翻译吗？有，他刚刚小优，剪接是如果时间还够，可以这段剪进去。等一下，乌冬换你，乌冬。来，我们欢迎乌冬，谢谢。表演输了，真的，整个乌冬坐在我们这边。哎，今天不行啊，那大家都有表演。哎，卓哥没有表演啊，卓哥，我们表现一下。来，好，今天要带来什么样子的表演？你要。是扭到了，为什么要这样逼一个歌手？你让我想到以前布袋戏的一个人壁雕，好辛苦啊！好，你唱一首歌给多慧听好了。对，你看有没有办法征服他？我唱个情歌，哪一首？世界唯一的你好了。好，来试试看吧。这个世界唯一的。是不确定他听不听得懂，他听得懂，听得懂，听得懂吗？什么都愿意听得懂啊！爱心歌，爱情歌，对，爱情歌是什么？嗯，意思。你的声音很棒，很棒，嗯，对。如果说他对这个唱这首歌给他喜欢的女生听的话，你觉得成功的几率高不高？加分的，加分，对对，嗯，可不可以给他一点鼓励？就在他人生当中，接下来要面对他的，因为卓哥总是他太害羞，然后找不到真爱的对象。对对啊，要加油，我自信，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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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信，但是唱歌的时候，你是他的鼻子很大，真是这样，他在用力，在他的鼻子，因为鼻子比他唱高音，鼻子要吸很多的，好厉害，上去，真的，对，好厉害，很厉害，对啊，哎，蛮可爱的，注意我的鼻子，男生鼻子大代表是，你去问詹老师，问詹老师是吗？詹老师，詹老师对不对？真的好，很大 ，big big big big， 那多会回礼，回唱一首歌，回唱一首，好不好？你喜欢我的跳舞吗？哦，喜欢。对，跳舞，看他跳舞可以。他说跳，还是可以看他跳舞。好，看你跳舞，很棒。那我们要在这里看。
敬哎，好，来来来。节目，谢谢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哎，谢同学来这个节目，这是什么？哎，这个是伴手礼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不行啊？没有没有，哎，干嘛？我只是帮他拿而已，这礼貌上。为什么都给 K 哥？你的鼻子越来越近哦，不行哦，不行不行。哪里来的纸扇？这件事情干嘛叫？怎么会有纸扇？也可以把自己的东西送给别人，比如这样多会，今天送了我。你看，我就说他没有要还给人家吧。理由，我的理由，我的理由，你的理由，他送给你。怎么会这样？谢谢多惠，太过分了，太过分。那我也送你我的裤子。